那种就是真纳达露露。哦，这场如果是星级的话，配镜是无敌的哦。我于杀戮之中盛放，一如黎明中的花朵。战神心的意思说，太过分了吧？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西门？你们好像西门也是为了要捡 YT 才卡伊娜的，感觉他有片片的压力。我没有啊，因为我的片第一个是打 AD 的片，真的是有够难产的，然后又不能太难看啊，我就多打啊，啊如果有秀就有片啊，没秀就没片啊，所以我 YT 都是那种比较慢的啊。啊！留在这里，不少。哇、哦！一路杀下去呢。啊，忘记160了，算了，不回家会掉节奏。我感觉啊，这场就从我们这个下路走到中路，就让游戏结束一半了。哇，鬼魂也太难射了吧！哇！我还不该交闪，让他躲那个闪啊！No E的残局，怎么 A 不到人啊？星级的好强哦！我其实玩 AD 最好遇到是星级的，那角色其实怪怪的，伤害不知道从哪里来，然后他开那个大绝，然后闪翻你你就死了，还是一排趴死，连闪就不能按。
镜真的很强欸，死他实在是不够用。不是哦，你没有发现只有镜没有被砍吗？这版本只有镜没有被砍。可是啊，你们知道等一下那个克雷德若铁了心冲我，我还是可能会直接秒。哦，哇，哇，龙在下面的吗？哦，我翻到。哇哇！原来那个水银解不掉、啊，跟龙晕的不一样。我还真的第一次用水银解这个，说谁在搞、啊？李欣有点想多了。先去杀人了啦，他又不会死。哦，精彩的，精彩的！这个节奏玩很烂。哎呀，这波就换我们进攻了哦！就说换我们进攻了、啊。线呢？啊你，我们线整好了，当然是换我们打、啊。你线整好了，打起来你赢了才能一波 GG 啊！刚刚那一波你就算中路没有线，你往上走也是 GG 啊。哇！如果我这个14砍半，就变神秘数字了。